在做创作雕塑之前，其实我很喜欢摄影，其实是我一直是我在寻找创作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门槛。踽踽独行，其实我当下看到第一眼，我它好像是一座雪山山脉，就是在那个在独行的过程中，你会爬过很多山，而这座山上面有微微的皑皑白雪在上面，可是我看到这件作品很舒服，也很亲近的感觉，在那个日出的过程中，一个人独行往前进，有趋光而行的感受。环氧树脂它这个反应，它是从一个液态到固态，这个中间它会有化学反应，它的温度会升得很高，那温度只要升太高的话，它会去变黄色，要让这个温度停留在某个适应的温度，让它不要变黄，不要过热，其实很有挑战性的。其实我自己看到的一块是，它是一个创作内心在挖自己内在的第一件作品。你走进去里面光源里面了，开始挖它了，才陆陆续续有每个三四三星的呈现，才开始有光跟人跟石头中间的脉络呈现。这是我看到的。